糟糕，又传错讯息了吗？以前你只能回家跪算盘，现在你可以救自己一命。通讯软体 LINE 最新删除讯息功能13日正式上线啦！只要跟着我这样做，就可以收回讯息。实测发现两种状况，对方有更新 LINE 的话，就真的看不到被回收的讯息，但若是没有更新 LINE， 还是一样看得到。只能说大家传讯息还是小心点，千万别白目乱传啊。